少年得志，住大屋，开跑车，食得招积，住得舒适。因为乜嘢啊？因为佢哋觉得有钱就系一切。有啲人中年失志，为公司付出咗十几年青春之后，突然间俾人炒咗，失业失志，唉，好湿滞啊！仲有啲人咧老年丧志，退咗休之后冇晒寄托，人生咧好似冇晒希望咁样，就越嚟越抑郁丧志。总之人各有志，有人有志，有人冇志，佢哋生喺唔同嘅位置，代表唔同嘅事。我哋唔系讲紧一样嘅志啊 ？Peace。